老板你好。你好，吃点什么？我只有3块钱，能给我做一碗面吗？这老板，给他做碗面，我买单。哎，好的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谢谢啊，大哥。坐这等会儿吧。哥们儿，趁热吃吧。谢谢啊。大哥，这碗面我能带走吗？当然可以啊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你等一下，老板来个打包盒。来，谢谢啊。一天没吃东西了。孩子，你也一天没吃饭，你吃吧。爷爷，你吃吧，你身体本来就不好，我没事儿啊。孩子，因为给我看病，这几年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，爷爷不想再拖累你，咱放弃吧，我不治了。爷爷，你别说傻话了，咱现在虽然没有钱，但是只要还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，我都不会放弃你的。爷爷你放心，我就算是砸锅卖铁，我都会把病给你治好的。来，吃饭吧。老板再拿一个打包盒。好。一张小方桌，有一荤一素，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两个人吃一碗面怎么够呢？我又让做了一份，拿着吧。谢谢大哥。不用谢，生活没有过不去的坎，我相信你们以后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，加油。谢谢大哥。走了长长的路，忘了回头看。哥们儿，你的孝心深深打动了我，我愿意尽最大的能力帮助你们。盒子里有一些钱和我的名片，看病的钱我来付，我会找最好的医院和专家，一定会把你爷爷的病治好，放心吧。时光时光吧。